支影片的主题呢，邀请到了一个特别嘉宾，就是首度呢来我频道的。あにょティファニーみだ。你可以直接用日文呢，只会讲这一句。え、こんにちは、ティファニーです。我是讲日文的台湾女生 Tiffany。耶！哎，我们是在哪里认识的、啊？YouTube 的什么啊对？对 ，YouTube 的 party 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们一起去看那个什么七月半啊？对对对，哎，可是你前面没有上课吗？我是先上完课才去看七月半的。我那时候好像没有跟你是同一堂课，我们就是上一些分别的课，然后在七月半的时候才遇到。因为我想说，你如果你刚才那样子讲的话，大家会以为我是为了去看七月半，所以我才去参加那个活动，但没有，是认真去上课的。可是七月半那么帅，也是值得。也是也是没有错。那我们今天的。我也很怕得罪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毕竟就是我最近看到阿嘎，就是有加我那个 follow 我的 YouTube， 对，所以我们不能得罪七月半。阿嘎很棒，对，阿嘎最棒了，你最棒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拍这支影片的主题呢，就是我们的猜歌大赛。其实我在今年的年初，就是过年那段期间吧，我有拍了一支就是猜歌的影片，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。那今天的这个猜歌的主题呢，我想说，既然都已经邀请你来了，那我们就应该要有点日文的元素。所以呢，我就挑了十首就是日文的卡通歌，然后还有十首华语的金曲。对，然后我们的第一阶段呢，就是卡通歌，我们就是会放前奏，就是听到你知道为止啊。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他就继续放下去，又放完整首的。我就是我看很多卡通哎、欸哦，真的吗？嗯，我也看很多卡通。哎、欸、呀。一较搞笑吗？一较搞笑。好，然后呢，金曲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是念歌词，然后我们要猜就是是哪一个歌手唱的，然后他的歌名是什么。好，那我就直接开始了。好，话不多说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。魔女哆来咪。等等等。哎，你好厉害哦！那个音乐下之后，他们就要开始旋转。哎呀！所以你刚只是就是发出一个尖叫啦。对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在每次的猜歌游戏，我都会先尖叫，就是吓唬大家。对对对。我知道，那个小当家。我跟你讲，所以每次都会有网友在下面说什么阿远真的太吵了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就很激动。好激！我刚刚那个激，一瞬间快要想出来。我跟你讲，被你吓。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我都会有。震破，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吵。好，来来来，下一首。好，我小声一点。我知道，面包超人。对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小时候我很爱看面包超人。哎、欸，我小时候初恋情人是吐司超人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其实我也觉得吐司超人很帅。好，我们下一题。这感觉是一种很热血的歌。是灌篮高手吗？继续。我知道，我是七龙珠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七龙珠迷，所以你也会 fly away 这首。我跟你讲，就那时候他们在唱主题曲的时候，我都跟着一起唱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点母汤，还是先不要好了。嗯嗯。哎，我不会日文哎、欸。我听到关键字了，海贼王。对。他刚刚讲开说过我就是海贼王。哎、欸、等一下，这一题我真的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哎、欸、我记得他的主题曲好像前面是会有一段口白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来下一题。小红豆吗？对啦，我也有看永之助，就是永之助啦，就代表是谈恋爱。什么东西？是杂音吧？可是那个前奏谁听得出来？是在欢呼吗？感觉是一首热血的歌，《灌篮高手》。对。哎、欸，看来现在就是你的分数应该是比我高。完了完了，没关系，我要为我的金曲就是做一些保障。天哪！鬼故事吗？美少女战士，对，真的假的？听起来这么阴森呢？就等了，噔噔噔，然后就开始进入主题曲，不是吗？可是刚刚那个很短哎，你猜得很快哎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我小时候是电视儿童，对，虽然我不懂日文。好来，哦，每次有日文，我真的都。你现在是在听关键字？嗯。哦。可是我听不出来，怎么办？
这个是红的吗？很红，很红。那我要猜，是酷洛魔法石吗？啊，真的假的？有这首歌吗？可是我印象中酷洛魔法石就是会放一些很像流行歌的歌。哦，就是这个唯一的线索。好吧，好了，好了，好。我知道，忍者哈特利。熟能详，啊，对啊，这段好，这真的很熟悉。等一下，我一定有听过。是哆啦 A 梦吗？感觉是那个系列的。好。那有提示吗？是很红的卡通吗？很红，很红。吹打的我看过，也不是忍者哈特利。女生戴眼镜，谁？机械女小雨。对，但是我完全没有看。我也没有看这个，可是我必须要说，机器人金小鱼是不是比我们的年代早一点点？对，那时候我根本还没出生吧。就是我们的那个年代好像没有在热播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一直狡辩。我们现在是几比几？五比五。Oh my god！、欸、你很棒哎，你没有看过都猜得出来。五比五就等于零比零的意思，我们就是等于重新开始。对，重新开始，金曲决胜负这样子。来，看不见终点绚烂的夜，深红的眼，极尽诱惑的一切，听不见是非，身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，一路就像下坠，发现突然间触碰你指尖，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。停，这是副歌吗？没有一定从副歌，我只觉得是一个作文。人的纯粹，你是我的小蝴蝶。啊！阿飞的小蝴蝶，我刚才没选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老师没有，大家都很恨我，因为我这声音真的太尖锐了。好，第二题。心疼的玫瑰，半夜还开着，找不到匆匆掉落的花蕊，回到现场却已来不及等待任何回音，都不可的微弱的风筝，冬天里飘着，回不去手中缠线的那个，没有蓝天又何必去飞，怎么适合黑色笑靥掉了，雪白眼泪掉了，该出现。我知道那个笑靥掉了，噔噔噔噔，张妹妹的掉了，那首歌就掉了。对，什么什么掉了，什么什么掉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没有得到惠妹吗？掉了，就是掉了。又来到这个港口，没有。我知道了，谁先举手的？失落沙洲，许佳莹。又来到这个港口。环游了世界，全世界却发现美丽没有旗舰店，谁穿着钉鞋不肯变？我知道，那个蔡依林花蝴蝶。你知道猜花蝴蝶吗？没有，我要猜什么旅行的意义？只会关键字。Yeah!那是谁用掉了我的牙膏，我的鞋和外套，是谁穿走了，那是谁在我家大方洗澡，镜子前他和我一样的外表，谁搬进我的，是背包吗？牙膏牙膏，对啊，继续。谁绑住我，五月天，离开地球表面。我的手脚是 DNA， 唱我反调还是我？是 DNA 吗？谁的 DNA？ 五月天 ，Bingo， 是五月天。五月天是这首歌吗？我是五迷哎。我没有惩罚吗？没有。好，我们就默默的结束这样。很敢惩罚？我这一不可能会惩罚别人的，我比较需要大家惩罚我。
第六首。好。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辛苦。陈绮贞鱼曾经狂奔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这首最近很喜欢听这首歌。怎么唱？就是曾经狂奔的的的的的的，哎，等一下啊，带不走的，丢不掉的，要的的的的，对 ，OK。你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，因为你我不再怕黑暗，想着你让我更加有。慢慢等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，我知道，我国中超常听的，是不是？国中大家都喜欢心，是心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大家都觉得自己一颗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对，好。我没有什么阴影魔障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又不脆弱。这首歌我现在已经知道了，真假的？你刚刚说你爱这首歌，你猜不出来，你就不要说你爱他。我刚说我爱谁？玛丽，我刚说我爱这首歌就给你猜。从来就不会假装，我哪有说谎？你刚说了谁？别以为你有多难忘，又这样说谎啦。来，最后一题。如果我说爱我，没有如果，错过就过，你是不是会难过？若如果拿来当借口，情歌女王，我乱猜喽。孙燕姿、江韶涵、杨丞琳、王心凌、蔡依林，这也猜不到。梁静茹，你要如果。苹果，好啦好啦，0.5分给你。我刚完全没有想到这首歌的歌词叫没有如果哎。今天拍的非常的累，我因为一开始觉得还好，我现在觉得我整个脑神经已经整个大紧绷。那好，那我们现在是几比几？4.5比5.5。哦，我们很近。其实我们就是差一题而已。好啦，我想我们今天也没有比输赢的意思，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友谊赛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讨大家开心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想说，就是第一次一起 feed 拍影片，我们就是给大家就是欢乐这样子就好了。而且我们这一支是不是会上在廉价前啊？对对对，廉价前会上，所以大家廉价如果不知道干嘛的话，就是在家就可以收看我们两个的频道，就跟我们一起浪费时间。对，没有错。你是要帮谁打歌？浪费是节奏圈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这个猜得这么快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爱听华语歌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今天呢，谢谢 Tiffany。然后呢，我跟 Tiffany 呢，也会另外一支影片呢，会上在他的频道，所以呢，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要推荐大家 Netflix 的必看片单。OK， 我待会非常的期待你跟我推荐更多就是好看的片单，因为我真的最近完全不知道到底要看什么片了。List 这么长。OK， 没有问题，非常的期待。那今天就谢谢你。然后呢，喜欢我们两个的话呢，就帮我们两个的频道按喜欢，然后并且分享订阅，然后呢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。那就下一集影片见吧，安妞。